你看那船都流线型的。盛举啊！这么多船，你看一个小湾里面这么多船，大船、小船，哇，直升飞机，哇，好多，两架，我操！很快啊，你看那个船员，全是看看看热闹的嘛。我在里面，我和一个船队一样。对，那个小船我知道了，我一看中间那个小船。对。没有，这像这样的样子啊，只在中国捕鱼的时候才会出来。